嗨，伙计们，在为万圣节派对做准备吗？万圣节的糖果吗？太棒了！放在这里，你的客人肯定不会错过的。鳄鱼卡车，你不能把所有的糖果都拿走。超级卡车，鳄鱼卡车偷走了万圣节的糖果，是时候变身去阻止小偷了。小心！做得好！大家都还安全吗？留在这儿，蜘蛛侠宝宝，超级卡车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那些糖果不是你的，别太得意了，我相信超级卡车会把糖果找回来的。小心点儿，超级卡车！千万别动！超级卡车，抓住它！那是什么？超级卡车在城市里。小心！危险被制止了。别站到粘液了，否则你会被困住的。现在你要怎么做？太酷了，你可以像真正的蜘蛛一样在墙上移动。小心，你逃不掉的，鳄鱼卡车，是时候放弃了。不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鳄鱼卡车，别动！篮子浮在水面上，但是水流要把它冲到下水道去了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成功了！不好，饥饿的鲨鱼们要吃掉糖果了，是时候使用 ST3000 了。用食物枪来分散鲨鱼的注意力，很好，起作用了。好了，另外两条鲨鱼也一样处理吧。这只鲨鱼是一个美食家，我们在鲨鱼吃完之前把篮子拿回来吧。快点儿，鲨鱼过来拿篮子了。哇，好险呀。好了，我们把糖果带回派对吧。超级卡车拯救了万圣节派对，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吗？蜘蛛侠卡车团队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！今天是汽车城的万圣节，每个人都在忙着玩，不给糖就捣蛋。嗨，宝宝们，很棒的服装！那是什么？不，宝宝们，有人偷了你的糖果。鳄鱼卡车，他逃走了。卡尔，我们去抓住他吧。
趴在这儿呢。一辆蒸汽压路机，这很棒。嗨，板，你看见鳄鱼卡车了吗？你有计划了吗，超级卡车？让我们使用 ST3000。一架指示直升机，哇！宝宝们，猜谁回来了？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你真的在这个万圣节帮了大忙。那些是为桑尼的生日准备的吗？看来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请把小蛋糕送到桑尼的生日会上去。巴瑞很生气，因为他没有收到任何礼物。本和莉莉阻止了巴瑞偷礼物。有个宝宝失踪了吗？巴瑞一定是在迷宫里，是时候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
啊！检查一下工作区。你需要再次变身超级卡车。快点儿，超级卡车，阻止他！桑尼会和你分享他的礼物的，好吗？音乐停了吗？你想和巴瑞玩吗？永远要保持善良，学会与朋友分享。哇，那真是太壮观了。有人有麻烦了，超级卡车，你最好现在就去。今天宝宝们应该要了解他们未来的工作。超级卡车，你必须阻止他。可怜的宝宝，幸运的是安博会在这里帮助你。起来吧，小家伙，本总是很乐于助人。超级卡车，我们必须抓住它。好耶，警察巡逻团队。现在就停在这里，宝贝。宝宝，你们不是应该了解一下长大后要做的工作吗？啊，宝宝，孩子就是孩子。超级卡车，帮忙！
嗯哼。哦，不。没事了，我的朋友，超级卡车会救你的。宝贝，跳上超级卡车。来吧，宝贝，你也可以成为英雄。跳。是时候使用 SD3000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你扭转了局面。所以小朋友们，你们决定长大后要做什么了吗？你想像超级卡车一样成为超级英雄？我一点也不惊讶，很好的选择，宝宝。哦，不，玛丽的轮胎出问题了。你的轮胎坏了，马西莫会给你换一个新的，汤姆会拖你去轮胎店。马西莫去哪儿了？马西莫需要你，超级卡车。他拖的轮胎滚到街上去了。哦，不，那是你新运来的轮胎吗？快做点什么，超级卡车！小心，超级卡车！快走，超级卡车！超级卡车，你后面！快让开，超级卡车！超级卡车，是时候变身了。独角兽来救援了。超级卡车，让轮胎停下。哇，一条彩虹路。别挡道。等等，只有三个轮胎，有一个不见了。是时候再次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杰瑞，小心！至少你安全了，杰瑞。你要让他停下吗？哇，他过来了！你没有让轮胎停下。快用 SD3000。超级起重机，很不错的选择。抓得好。你想把它扔到轮胎店吗？
小心，伙计们！哇，好险呀！玛丽终于可以换新轮胎了。感谢超级卡车拯救了今天。宝宝们在为万圣节收集糖果。做得好，小海盗。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谁干的？这看起来真可怕，宝宝们快跑。很棒的万圣节服装，超级卡车。但是我认为在万圣节的迷宫里有一位不速之客，快去看看。啊哈，嘿，戴恩，是你在吓宝宝们吗？是你吗，杰瑞？宝宝们，你们说的是实话吗？超级卡车，看你后面。超级卡车，你需要变身。超级蜘蛛卡车，快走！好招式，超级卡车！好，不，没成功。干得好，超级卡车！不好，没有重力了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！现在你安全了。好吃。超级卡车用 SD3000。一把变速枪，没错，这个不明飞行物确实太快了。宝宝索尔，用你的锤子。索尔，用你的锤子。不明飞行物不见了，我们成功了，做得好，队员们。哇，我真不敢相信，那是一个真正的不明飞行物。真神奇。宝宝们，你们的万圣节服装太棒了。复仇者太多了。凯莉给你们带了糖果。不，糖果不见了，我们走。
拿走我们糖果的东西，躲在隧道里了。啊，不，那是什么？真倒霉。哦，超级卡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啊！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警车，太棒了！这有点恐怖。是幽灵。幽灵往公园去了。快去，蜘蛛卡车，很漂亮的装饰，马西莫。超级卡车轮胎，是蜘蛛侠宝宝，他被卡住了。超级卡车，快救救他！超级忍者卡车，耶！忍者，哈哈，你拯救了我们的幽灵超级卡车。对不起，马西莫。万圣节快乐，宝宝们！你又成功了，做得好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来到第一届汽车城力量竞赛。今天汽车城里最强的汽车将对决，去赢得汽车城杯，真漂亮不是吗？现在让我们欢迎冠军们登场，他们是超级卡车，汽车城的英雄，还有比利，强力推土机。废话少说，让比赛开始吧。我们的冠军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移动这些汽车城的居民，谁先把居民带到终点，谁就获胜。太棒了，超级卡车变身成了挖掘机，准备，预备，走！超级卡车似乎要先走了，看起来比利遇到麻烦了，超级卡车要赢了！注意，现在比利领先了，他赢了，太棒了！超级卡车第二，多棒的比赛呀！第二项竞赛是相扑，谁先把另一辆车挤出圈外，谁就赢了，强者胜出。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超级卡车是在第二场比赛的冠军，他甚至都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就能赢，太聪明了。我们来到最后一场比赛，两名竞争者争夺第一，太令人兴奋了。在这个比赛中，参与者必须把他们的石头堆到体育场的另一边。记住了，智慧和力气同样重要。我们开始吧。小心点，比利，我觉得这些石头太多了。当心，比利，离那儿远点儿。啊，不，你还好吗，比利？我觉得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，比利。没错，超级卡车会帮助你的。如果你继续这样搬下去，会花一辈子的时间也搬不完。你得想想别的办法，超级卡车。铲子，好主意。你就快完成了，超级卡车。啊，不，那块石头太重了。没错，如果你们齐心协力，就能把它搬起来。耶，你们做到了。很棒的团队合作，伙计们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汽车城力量赛的冠军是超级卡车。没错，超级卡车。今天比利和你齐心协力完成比赛，你们都应该获得奖杯。